狐狸，别演了，只有狐狸，选吧。我不信你再掏个永恩出来啊，就狐狸啊。其实我觉得原本这个狐狸该四楼选，这面没机会啊。这宋飞金还要锤他才是最离谱的。这面壁咚到墙上，开 W 继续 A， 麦克这边也来了，这边应该是要被 A 死了。这在干嘛、啊、这位呗？那回去吃个果子血不就满了吗？ Rookie 这个位置怎么说有闪呢，闪的位置好差， Rookie 没了。 Rookie 状态好差呀、啊、今天九分钟压这些已经能很能接受了，我跟你们说。魅惑刀又死了，狐狸确实很厉害，就是小虎玩的很厉害，而不是这个英雄很厉害。我操，状态真的很差呀、啊，滔博。这滔博状态真的很差、啊，兄弟们。没蓝了呀，但是天来了，有闪呢。 E 多闪咱杀不了，我操，有闪，我操，别说他是奥恩熟练度真可以啊，打了三个一岁，这熟练度真可以，这奥恩看看这波回放，扛了一下塔，他为什么要扛塔呢？闪现咬住，然后直接一个红路 Q， Q 了两个人，死不了了。然后这边还有 E 的，直接两段 E， 绝对的操作，没什么好说的，这就是操作，个人能力，不是吧？被我们寄予厚望的滔博，不是吧？这个鱼对线已经对的已经是最成功的不能再成功了。朱女这边扫到两个人，直接先手开，这边打得死人吗？好像打不死人。侠这边有道高，一个道高拉到天，这边 TP 是谁的 T？ 是一个奥恩的 T， 这边卡莎飞过去打死了洛，这边一个羊撞的还不错，这边瑞尔一个 QQ 的也挺好的，但是鳄鱼好像这时候很能打，十一级的鳄鱼，这边先收掉卡莎，这后续还有后续吗？这边只能被追着打，杰德闪现锤，被赖的闪现躲，这边奥恩也没了 ，Mark 这边好像也跑不了，狐狸还有一顿大。还有一个魅惑，这肯定要把入侵杀了，走不了的，团灭了，直接烫死了。我操！我操！这 Mark 这么屌 ，Q 闪 R，W 预判，预判你 R。关键人头还让杰克吃了，大人头哎，600好像是还是700的人头被杰克吃了，还能吃一个赏金塔，我操，一波起飞，杰克一波拿了 1K 多，这边直接开 Rookie， 这边能秒吗？这边是鳄鱼闪现进去没咬到，咬的是个 Mark， 咬错人了，这面的话没有打死，可惜。这帮有大，原地直接开大一撞，撞的是鳄鱼，直到鳄鱼没闪，鳄鱼直接被秒。这个位置滔博还有机会，看一下这边奥恩这个位置直接闪现拉开，波比撞上去一个大招抬起来两个，直接开 W。这边卡莎这个位置好像也活不了，这边波比一个 Q 闪 Q 死，但这个有 K 头的嫌疑。这个不 Q 闪的话，人头应该是杰克的，但这边有黄塔还有黄龙，先去把黄龙吃了。啊，喜欢给机会是吧？他妈的，一共五个人，仨人没大，还搁这打。好，一共五个人，仨人没大，还要打，关键还有两个半条血的。NB， 这波明显是刘青松跟微微开的呀，跟鳄鱼什么关系啊？那鳄鱼纯他妈躺枪，不，这也能说这鳄鱼的？我干，这明显是猪女和这个
洛的问题啊，那中女 Q 上去的，洛 E 上去的，然后你跟我说是鳄鱼的问题，那鳄鱼纯他妈躺枪啊，这波要死就是啥的问题了，这边直接被抓，瑞尔直接吸过去一个 Q， 完了直接被打死，那这波确实被抓没道理的，不太应该这波被抓，这波被抓确实是热晒自己的问题，上波绝对不是他的问题啊，看到了再打。一个 W 打到 Light， 打得有点慢，完了被逼刀，一个大没大起来， Light 这脚闪了，这面落地一个鳄鱼，这鳄鱼又他妈要被秒，好像开大没用啊，直接被打死了呀，这鳄鱼完了，妈的，要不也叫你小滔搏吧，微博怎么说，要不也叫你们小滔搏吧，微博但是高天亮真不能被抢了，这个龙真不能被抢了，不开玩笑，直接打 OK， 好大，这边是把大龙拽下来，这个狐狸应该也没了，这边还能追吗？追不了了，我操，真翻了兄弟们，滔搏这个阵容打到后期输不了的，不是那波你别管什么情况，那波就不该打呀，但是从动画看起来的是终于从这拱上去了，洛一根了，然后发现留不到人，然后想跑，奥恩开大教养留人，那你告诉那鳄鱼怎么跑，鳄鱼也没有闪，他玩的像个背锅的，就什么办法，关键他这鞋我整了个 CD 鞋，我操，这边一个 Q 狐狸没了，洛这边也没，鳄鱼这边也要没，根本顶不住伤害，杰克这边输出太高了，这边一炮直接轰死奥恩，一个羊撞，我操，还撞到外窝了，好准，这面杰克拉我收掉，然后这面一个 Q 闪，杰克拉我没有大，一个 E 没有撞到，杰克直接脚闪杀 Light， 这面直接一个金身一波了，妈一波了吗，八秒一波不了，两路吗，这已经是殊死一波团了，根本打不赢啊，这边闪现咬住杰克，杰克直接净化一下金身，这个的话剩下人就只能是带走的高影，全都是带载的高影，这阵容打到后面是赢不了的，那你这阵容打到后面赢不了你自己不知道吗，你还要去送，这阵容打到后面是完全赢不了的，我跟你们说不给五杀小伙，我操，好急啊，宋一进好急呀、啊，宋一进，我操，好急！哎，喷他 Q， 哎，没有喷他 Q， 好像是啊，喷上了，喷上了，好急呀、啊，宋一进，恭喜滔搏。痛失好局啊，只能说微博